感谢你，好，来，陆小姐，林教授，来，我们干一个，庆祝一下，庆祝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又跑回学校来做什么？因为我在这儿有话要问你。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麻烦？谁是麻烦？你是麻烦，我是麻烦。喝太多了，我也觉得我现在有一点点多，但是我很开心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喝的不比我少，怎么一点都没上脸啊？嗯？嗯？耳朵红了，哎呦！以前一喝多的时候，就喜欢背那个，易学书，对吧？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你是耳朵红，被我发现了。某些方面是有那么一点相似，我就知道，傻姑娘，傻姑娘，我就知道你是这么看我的。我给你买花，追你，觉得自己特别酷，但其实呢，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我今天看到那个男孩，有一点点尴尬，对吧？对不起啊，之前给你带来了那么大的困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酒喝的太多了，所以看不清楚了。你胡说，我看得清楚。六年了。已经过去六年了，你变了，我也变了，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所以我想清楚了。你想清楚什么了？你如果想去谈恋爱，想结婚都可以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告诉我。你跟谁在一起都不用告诉我，我呢也不会任何的身份就缠着你。悠悠那边呢你也不要担心，悠悠很乖，我会跟悠悠说我
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爸爸，爸爸也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还有玉小姐，你要是喜欢他，就跟他在一起，真的。我之前说觉得他人不好，对吧？就是气我。我其实觉得他人挺好的，因为我也很喜欢他。你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的话，我很开心的。祝福你们。你真的这么认为？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你干嘛呀？陆芳宁，我知道你没有那么醉，你看得清楚吗？我是谁？李瑞。我是你的谁？前夫。前夫。陆芳宁，从6年前你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是这样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是你把我拽下了去德国的路，可是那又怎样呢？我为了忘记你，现在酒量都练得比你好了，你满足了吗？我回国以后一次次去到你的公寓来，想看看那盏灯是否还会再亮起来。去陆明的卖场，想能不能遇到偷偷回来看看的你。可是我从未见过你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太忙了，生病了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想我吗？高兴的时候就跟别人争风吃醋，像是多爱我一样，不开心的时候就躲着我。那下一次呢？你是不是还会一声不吭，带着悠悠突然就离开我？是这样自说自话。我们现在都有共同的孩子了，你却还告诉我说 你不想打扰我的生活。你听清楚了，悠悠是我们共同的孩子，是我们之间永远的联系。你别想再把他带走，你这一辈子都远离不了我了。李瑞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你的前夫就没有权利要求你留下来，是吗？意思是，重新再。